青青，你终于肯跟我相认了。玉环哥哥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就在闪烁，浮生千万次擦肩而过，疼吗？仲夏重逢的不疼，却是他把一切都告诉我。时间他可真是多嘴啊，会辗转爱恨。从现在起你不准再瞒我。好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？
一旦中下，终须有一人殒命。看来云焕没有告诉你，想必他已经做好赴死的决心了。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？夫人的怀孕，一个红杏出墙的贱人！王爷息怒，只要雀夫人在我们手里，何恐云焕不会交出玉珏？云焕，把他送进去，看着他喝下去。你可以假装说话，不必讲。我腹中的孩子既然不是穆王的，就不该我。严寻仓死了，将军。严寻仓逃跑未遂，下人出手没有轻重，人现在已经死了。将军，夫人。我会替你转告将军的。速速去找一具与严寻仓身形相似的溺水死尸，一定要难以辨别面目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人死了才是最自由的，这个道理不懂吗？这些风筝是我从大江南北搜寻来的，各色技巧都有，你喜欢吗？为什么？你明知道那个女子就是青雀，你依然让她做我后妈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放肆！我想做的事情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智慧。我不仅要娶她，我还要天下皆知，天下来贺。将军，你若现在回去，就是自投罗网。况且你身上的伤还没痊愈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他再嫁一次母王？义父，吉时已到，该开宴了。不急，等我们的好儿婿也回来，我们再开宴。今夜注定是一场死局。